蛙鱼，哇，这个你看颜色漂亮的啊，这用什么做的呀？粉面的。粉面子，哦。淀粉。淀粉啊，这一碗是几块的呢？两块。啊，两块的，哇，漂亮。这个直接干吃吗？还可以搭配。找点材料。材料可以讲材料哈。哎呦，看两块钱满满一碗，这个是什么？炸的土豆。哦，炸油炸的土豆。嗯。这怎么卖的呢？这个1块钱3串。哦，1块钱3串。嗯，你们可敢想象啊，1块钱3串啊，这个物价你在全国都找不到了。这土豆还买不着嘞，土豆今年土豆还贵了。土豆还贵了。嗯，你们现在这土豆要多少钱一斤的卖的？就1块多。一块多一斤。嗯。哦，是。1块多，弹球你看看。嗯。1块1。哦，这一个1块1啊。1块1。哎呦。嗯。是，这物价都上涨了哈。那没呢，那时候这个弹球才1.2毛一块了。就刚开始才1.2毛一块。嗯。哎呀。涨多少？涨了10倍不止了哈。嗯。是。1块钱3串，来直接给我就好了。哦，行。哎呀，看着就好吃的啊，配着蛙鱼，这个物价哦，真的是瞬间穿越到80年啊。这个小院是你们自己家的小院啊？哦，这是咸菜。这是咸菜哈。嗯。哦。你不用多，多咸。这个很咸很咸的啊，来一点就好了。哦。咸菜也自家做的吗？不是吧？也是啊。买的自己制的。自己制的。辣酱。辣椒酱。嗯，辣吗？这个辣酱。还行。嗯。不脏。你能吃辣你就多。就来点。这还有干辣椒面子啊。嗯。哎呦。这里用放盐吗？那就不放盐了。不放盐了啊、哦！这是什么？醋。哦，好好，可以，好嘞，谢谢，一点点醋就好。蛙鱼。长点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蒜汁。嗯。哦。长点吧。长点吧。瞧瞧。好嘞。你尝尝。好。盐味再长点。啊，行。做了有20多年，在自己家，哎，好嘞，配着这个。哦，还有孜然，好嘞。2块钱这么一大碗，去年还卖1块钱一碗了，因为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啊，土豆也在涨，碳也在涨，而且这个现在是量给的更大了，有这么大一碗，才2块钱啊，来。我们小时候啊，嗯，不怎么吃蛙鱼，但是听说这边小时候经常吃的就是这种，来尝一尝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啊、哦，看上去晶莹剔透的，感觉应该不错，尝一口。嗯，哎，跟我想的口感很像啊，料汁里边是放了有醋跟那个蒜汁啊，所以很爽口的，嗯，清清爽爽，很好。蛙鱼嘛，你看它一个个在这个汤里边就跟那个小鱼仔一样哦，蛙鱼，嗯，好吃，嗯，这个估计夏天，这种蛙鱼是不是夏天卖的好一点？嗯，就跟那个调凉粉一样啊，哎，天热时候吃，来，你看这个是油炸的，哦，用这个小竹签，看着就脆啊，这个。嗯，嗯，好吃。最边上是脆的，里边是油油的。来蘸点辣椒，弄点辣椒上去。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超级脆。自制的薯条啊，薯片，嘎嘣嘎嘣脆，哇，这个好吃。主营的就是这个蛙鱼跟这个炸土豆片哈。哦。麻串。哦，对，还有麻串。哦，还有面皮啊。嗯。嗯。
据说这个是这个下镇小学很多学生的回忆哦，就在自家小院里。嗯，不错，这个五角你们羡慕吗？1块钱3串，全国哪里还找得到？嗯，这薯片炸的真好吃，非常脆啊！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大家啊，真的好吃，金黄金黄的，蘸点辣酱，蘸点辣椒。跟蛙鱼是绝配，蛙鱼是清清爽爽的，这个是脆，但是有点多少有点油腻，两个一结合刚刚好。嗯，第一次吃蛙鱼感觉还不错哦。